GPD WIN4 上面配备了一颗手指光束，在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，我就有点想入非非了。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玩意儿来玩一些需要精准瞄准的射击游戏？但体验过后，我发现是我想太多了。且不说这种游戏方式本身就是我个人并不擅长的，这个光束也是十分小的，其形成也是看你的手指长度。等你瞄准去准备射击的时候，敌人一动就会丢失了目标。 或许经过适应，还是可以简单应用的。但是目前来说，用光束去玩 FPS 游戏不是特别合适。毕竟机器带有陀螺仪，简单的设置一下，可以更灵活地进行瞄准。这个光束还是比较适合在日常中或者玩一些需要鼠标点击的游戏，会比较轻松。